长寿万万年了啊！随时记哦，有了伊的子孙，以及阿威，我的小妹，要带出来庆贺一番。这是理所当然的啊！喜悦在心嘛、啊。也唔过，洪兄啊，刘秘书，是来甲你请教。哦，洪妹难得有事相求，好事随来。今仔日算来是你的寿诞佳期，算来大家个拢足欢喜。也唔过，我着想讲，来当去个海滩相见。啊！游山景致，解我吼心烦的会满满好奇心。洪兄啊，你和我去好无？你要上告民间？是啊。躲躲。我可以下水有无？抓鱼，嘛不然你有危险，你是要叫阮两个人安怎？而且你的道行、资历还阁这么浅，阿嫂甲你苦劝，你唔通去。太过乱来了，七级官，玉皇上帝出旨，速速令小李子领玉旨。玉皇大天尊出了一道旨。我上告凌霄，希望你踮个水池中好好自重，不可乱来。是，梁君、梁妃，小妹这交代予你照顾了，我了解，祝你放心。不如上告凌霄来去。个照会，路线还阁这么啊浅薄，人伫咧讲人心险恶，你无了解人类的可怕，你方也是伫咧保护你，伊唔是冒你去见识，但你阁较大汉咧，法术然后较高强咧，会咧保护你家己迄一天，只要你上山来去刚好。我功夫法术嘛是阮阿兄练的啊，伊功夫嘛比我厉害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赢过伊的啦。当然啦、啊，来，你乖，你听皇嫂的话，你甲看贵宾，大家还佫伫遮。你皇兄已经上凌霄，等下阿嫂来去送人客。连明仔你乖乖，你知无？我知。嗯，阿嫂来伊无用。送皇嫂。
将南雅贵宾去送客呀。南雅去遐时阵，嘛拢对着阮皇兄辛苦边，是嘛？我是无难过的呀。有啊，要趁时阵哦，都爱把握机会，不用去错过时机。准备卡地抹油来去面干。天王来叫。的交代，两小一事，计事完毕，回转而来，命你好好照顾父母的事体如何啊？多谢我家的安慰，我叫伊回转房间休息，我去送贵宾。奇怪，啊拢无动无静，啥物你当下无看地出来迎接咧？我见父母啊，再水水，不开些酒味。想想这清平，也发了道行正千步，上高面敢入去，恐惊惹来是非啊！哎呀，娘君，那安尼就唔好。何故伊现做事道行上浅，落到这个人间去，万不离闹修行者，看到伊的真心，以为伊是妖怪对付伊，性命都还落啊！倒不如如此。最起功有你代理，我亲身上到民间的所在，抓回知青田。最起功，万事爱修身细体。我了解，你快去快回。大红小叔有你做主，奉上。